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 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在医疗城和机场附近的一个豪华55家的社区，那我们今天接着来介绍它。这个名叫 Twin Lakes 双子湖的小区，它号称是佛罗里达州中部排名第一的成人社区。小区的地理位置优越，距离医疗城与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程，距离唐人街大概40分钟左右。小区是由建商 Jones Homes USA 开发的，开发商计划在这一个1100英亩围绕着两个著名的湖泊中间建设大概有2000套的联排别墅和独立屋。 Yuki 姐姐在佛州。这是一个3房2.5卫浴2车车库的独立屋，居住面积是2197尺。这个户型有现房，价格是36.8万，大约明年年初可以建成。房子的层高是10尺，房子里面的门是新型的8尺高门。这是一个天然气小区，排风口呢是已经做好把油烟抽到屋外的。所有的厨房电器、洗衣机、干衣机，还有洗衣房里的柜子和水池，还有后院的 pocket sliding door 都是包括在房价里的。我以前在一个介绍升级的视频里边介绍过， Pocket Sliding Door 是那个通往后院的玻璃拉门，它这个玻璃门是可以整个拉开，然后藏在墙的后面，让整个望向后院的视野会更加的开阔。自住房的话呢，是强烈推荐一定要有的，通常在其他的开发商那里这个是需要升级的，但是在 Jones Homes 这个小区里面是一个基础的标配，这个简直是 amazing。 大家看到所有的这个样板间里面的硬装基本上都是交房的标准，当然了泳池除外。独栋别墅的物业管理费是293块钱一个月， CDD 是1365一年。 CDD 是城市建设税，所以它会放在每一年的地税账单里面一起付，基本地税大概是房价的 1.25 左右。通常55家的房子都是买来自住的，所以您还可以申请 homestead， 地税大概可以减免1/4。小区离中国超市 Costco 大概半小时车程，机场大概25分钟，医疗城大概15分钟，交通便利，是您自助养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这里是官方小区介绍影片，小区不到300的物业费，包括很多新颖的设备，它的 clubhouse 是新建的，有大型的健身房，有瑜伽室，有很多活动中心，还有一个戏水泳池，有一个比赛专用的专用泳池，还可以开船到湖中央钓鱼，无数的水上活动，物业费还包括您的前后院子打理，
让您的退休生活只有欢乐无烦恼。好了，今天的户型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